你在干什么？ 双 Q， nice啊！我操，懵了吧？暴不暴力？W 闪 Q 过去，我的平A马上A出来，我们按下 S 取消掉这个平A，再一个 Q， 等二段 W 拉回来，我们再一个平A啊，先按 S 取消，刮回来三段被动，中单没闪，这就是我们的暴力美学。开局就说了，我只玩暴力这一把，不是你死就是我亡。中路没闪可帮吗？引流支援。 可惜他还是个莉莉，我就给他打出个闪，他没位移，只能跟他发育。 哥几个，这线控在这儿，他也没位移，这没有人可以创造机会嘛，只有我单杀。
假装回城，视野消失一瞬间。啊？哦，对，我的闪现要20多秒，他先用的闪，我先打的他闪，然后再用闪现杀的他。差点记混了，我俩的闪不是同时放，没毛病。办点事儿吧，我的队友，他没闪啊！台服的翻译，凯南叫啥来着？凯能？凯能是吧？控制抵消，好。那莉莉亚打野这英雄是最难配合，我说实话，他属于是野核，就只能一直刷。就单论男刀这英雄的话，说实话，怎么更倾向于酒桶？但好久没有遇到酒桶打野了。你要干嘛？有事吗？大招取消到他的平 A 啊！我还想再吃一波兵呢。这不岩雀，这一技能还挺预判啊。我 W 是给他躲了，但是他的 E 技能已经把我的前路给封死了。我能贪。开始执行我们的系统局计划了呀。假装躲，其实我在勾引他。啊，不对，在他上面用近战 Q 好像会被控。哇，新版本的改动。死！翻墙，翻墙，来杀！躲，走！哇，哪来那么多人啊？
感谢双口八八六送出的御天苍龙，谢双口八八六送出的一个超大的御天苍龙，大气大气，谢双口，把老板大气走一波，兄弟们。现在女枪是没闪，不知道他会不会回下路，赶紧幽梦加速到前面。没来，那应该是去先锋团了。喜欢抓是吧？兄弟，凯能在前面，凯能在前面。啊！余震震死的，你小子是真。这人头就是你的，兄弟，这余震震死的概率有多小啊？那真得是他的，兄弟们，这天命难违。大招控制抵消，回头 W Q。Faker， 你在干嘛 ？Faker，OK。Faker 也是修上花活了。照的。现在八个人，我抓了七个，这把全是靠咱们这手疯狂击杀，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劣，这把上把优势局，这把就得劣势了。系统局的魅力，我看一下我能不能扭转局势啊。把老板大气走一波，兄弟们，再次感谢双口八八六送出的一个御天苍龙，谢老板送出的一条龙，兄弟们。都在说，可以，看我表演好吧，双口。咱不仅对啊，给大伙这个莱博弹幕啊，更是刷十分钟。来，兄弟们，左下虎牙附带发一条弹幕领取神粉红包，给大伙发个红包，你看看怎么个说法？台面是不是给你拉满了？右下角那个福袋倒计时点一下就可以参与，兄弟们领个红包。把线给断过来啊，不过这哇，这调时差好累啊，说实话。对，咱们的直播时间会越来越往前调啊。
你跟我拼速度，他在跟我拼反应，你知道吧？我已经做好了要秒他的准备，他也知道我要秒他，但他后面有人，他想要拿肉身勾引。你真以为能跟我拼反应吗？你 W 闪 QIA 亵渎，我的反应在你之上，兄弟。怎么说，兄弟们？就这一波就是明知山有虎，但是我还要打老虎啊！后面有人又怎么样？就虽然咱们面对这种英雄确实好打，兄弟，但是现在的问题是选中英雄的概率太小了。我说实话，个人认为不是咱们这英雄弱，你知道吧？而是他们现在新版本的这些英雄太强了，什么泽利中单、小炮中单、阿克上中单，哪个不是线霸呀？对吧？你看岩雀、下水道，但谁玩啊？也就是韩服，他选的一个适合比赛的一个英雄，你正常人谁玩啊？排位。现在的排位全是什么小炮、泽利、阿克上，死了，太版本了，太畸形了这个版本啊！啊，最近还来了个兔子，那个兔子对线更恶心。前段时间不都看到了吗？就是那个什么营销号来着，对不对？飞壳那个是，有没有兄弟知道主播在说什么？先别打，等一下技能。就你们三个小脆皮，我进场通通给你们杀掉。呜呼，我的发，我现在强得可怕，兄弟们。哥不强了，不强了，这大龙可以打18个我。那是男爵直接开始发言，就你小子强是吧？咋办啊，兄弟啊？咋办啊，兄弟？
been slain. 哇，也太疯狂了，差点出大事。兄弟们，左向虎牙附带发一条弹幕领个红包，还有三分钟啊！啊，咱们客户端这个电脑端的右下角那个倒计时就可以找到。下线的，去躲他 W， 再走位接个二段，一个平 AQA 一下。再 A 亵渎一下，往前一个翻墙三杀拿下一个平 A W 挂上，再往前一个 Q A 收下莉莉亚。哦，不对，打小龙。OK， 当我杀红了眼，谁来都没用，可惜不能反补队友。最终兄弟飞完中吃他上野区，我推下了。咱们任务分配得均匀，经济最大化一手。这把是王爽了啊，这把是爽了。不爽了，不爽了，哥，不爽了。哎，爽了。六神了，二十四分钟六神装，兄弟们，韩服高分段，厚礼谢大劣势开局，这也太疯狂了。终于来了个岩雀中单了，兄弟们，想他能不能多来点这种对位英雄啊，天天对线小炮阿哥上的。哦，最近还多了一个兄弟们，卢锡安。最近的卢锡安中单好像有点多，不知道什么情况，加强了吗？各位，为什么突然卢锡安中单又多起来了？卢锡安中路我也玩啊，我之前那比赛我都玩那个卢锡安的，就因为当时好几个 BP 都给我，主播当时德杯比赛不是三到五个班位嘛，就我。顶胸的英雄池，对吧？各种什么卢锡安、塞拉斯，就剩这些英雄了。当时我就一直玩卢锡安。最近这卢锡安中单又多起来，我又没看懂。被发现了，都被发现了，撤了，活跃了。这波越塔应该是要被包被换的。
我已经在动了，R已经出来了，我看到那个他的大招的那个那条线了，飞的空中被我流血流死了。刷新大招，大招加速拉开。 这波 Q 进去，三个人中间就要做好攻连弧刷新大招的准备，不然这一千送了。撤撤撤撤撤！岩雀 TP， 去拿小龙，拿小龙，拿大龙，听我指挥。有兄弟可能会疑惑，主播这一波可以买3200的一个穿透，为什么买了个2700的移动速度？他们现在没有护甲。 就我现在出了那个3200的穿透，性价比没有比这个高，你知道？而且现在主要是我把鞋卖了，没有移动速度，所以主播优先把这个移动速度的穿甲给掏出来。等一会儿他们有这个护甲的时候，我再出穿透。 不用去一波，能打的架，能打赢的架，不用说去偷家。这不是我的风格。拿下这一把，我们的男刀，真潇洒。 哦，舒服了。